穿着一身白搭上计程车 ，Special 前前院一轮上演温馨接送情，对象就是和他差四岁的郭书瑶，两人不止戴情侣帽，还在车上一路亲个不停，甚至就连到餐厅吃饭，小两口也毫不避讳他人目光，又抱又亲，一轮还几度拉开瑶瑶的衣领，把手和头发一起放进去，用餐完毕继续黏踢踢，一路牵手搂腰逛大街，都这样亲热了，难道还说有达以上恋人未满？我们就是很好的好闺蜜嘛，我就拉着他，然后到另外一边看。穿个衣服嘛，升华的机会吗？就大家静观其变，慢慢看我们怎么演下去喽。那么多干嘛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原以为是为戏炒作，如今看来两人根本是假戏真做。郭书瑶和王以伦先前就被直击私下飞韩国，大方手牵手，如今不止手牵了，腰搂了，甚至甜蜜热吻，完全就是一对热恋情侣。一直都有说啊，我还蛮欣赏他的，也是蛮会跳舞的，这音乐蛮，所以你就喜欢会跳。是我真的好喜欢跳舞的时候。刚才我练了那么多的拳击。宗旨是什么？就是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郭书瑶和前男友金阳同样是因戏结缘的姐弟恋，尽管四年情断，但还是保持友谊关系。而瑶瑶虽然是以宅男女神形象出道，但对于感情，她始终想爱就爱。6年前被拍到和纯爱男友大街讨亲亲，当时传出郭书瑶不顾唱片公司的禁爱令，照样偷偷谈恋爱。如今换了新欢，再被拍到街头晒恩爱，看来演艺圈又出现一对银色情侣。记者李选台报道。